回到 F 这样可以来沙发路，来到六零来沙发路，这样给你往上一搭接，沙发过来，300块，有没有吃钓鱼片的？哇，这一盘够满满的钓鱼片，没冰嘞。这真空起来去刮火，把你火带呗，我是这边小火呢。你话旁边我八七八三八，变来两百过来，钓料来钓一片。我今天这条是没有了，这个八号被怼黑了。来200块钓一片，来小姐来，我是真的亏本在卖你们，不要怀疑。那个中间的吗？看中间的吗？中间的它没有骨了，也没有刺的。它也可以。有用烤的，用煎的，用煮的都好吃。中间的那不然是哪里的？前面后面，香蕉粉粉的。又提起香蕉哥哥了，讨厌讨厌，拉链在后面。来，好，冰块等一下再给小姐哦。来，干杯来，来卖杯几千啊，卖开这把来，我爸和我都干杯。来七，来两，来三，来四个人给的。我爸和我都。500。你干脆这样好了啦，你买1000块会不会太多？我干杯嘛，要冲一波，你敢知影？一人三十五，五个人客，上两客后哩，卖千块化火吧，有够少啊！五个人客，来300块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掉料呀！我有养宠物的就知道，大家都买着干杯。高级猫的猫跟狗，如果人家都有你送的，老板，我买一客就买落啦，买两客来。有状况的吃的饲料是非常。来，老板，我最后两个不干杯啊！两盒300块。煎奶油就很好吃的沙巴，龙华啊，你刚才有沙巴喝，我明天买冲来对，为什么妈妈要冲到尾？来，黑鸭对我爸，黑鸭对七八沙巴过来，金龙、沙喜、谢良给谢良开沙巴，谢良来能办过我的。你们不要把那200块的福寿。我要两边的，拿来点油。我台湾已经公司的这个，来了八号，最后三位了，还等你们八号。好的饲料，200块，一公斤的价格。猫跟狗，好来了八号，抓黑啊，抓血配方，配方饲料，一公斤5-6。来，不用5个，来4个客人，这一盘平分的，真的很漂亮，我们家的虾子。12条多少钱？12条200啊，12条就是150呗。哎，这样黑暗能爆发的，哎，小姐，最后一位虾子200。为什么会吃到客人？那、啊、还有一位哦，好像是叫虾子的。养猫可以养到20几岁才寿终正寝。来，再讲，为了那个盐烧里脊猪排，砸在那个猫身上，花了大概200多。来，能爆发的，20几年用他们用猫花了200万。来，能爆发的，来六条鱼，来帅哥贝来7条鱼。来八条鱼，来九条鱼，来10条鱼，来200块，差不多要两块，200块了。大哥，这10条280，够好卖啊，够收的收啊，来这边能给个钱，12天给你，就是300，来200块了。盐烧里脊有够香的，你去吃看麦，这味道超香的，小朋友吃到绝对会说，哦，这个好吃。来3条，来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，来9条、10条。来沙巴面，来两百块多，200块不缺钱了，你记住嘛，都不贵，来两百多。公公啊，你中头得了。哦，铁板鳕鱼啊，再来一点两百多啊。我朋友上次救他的猫，从开刀住院到出来，住了14天，花了28000。那个是供一供。哎、欸，你啊，对，你没有买到哦。这个是第二个礼拜进去出来住14天，来客人出现多久我不知道。来，企业请假网路哦，都贵，这边。来一包半公斤，500块，两包一公斤，来这个我怕再贵一下吧。宠物的保险啊，而且来钱能包一起下来也很会算啊。超过10岁的猫狗，他就不给保险。来前面都。宠物险只要超过10岁，他就不给保。拿包一包一样三一样好了没？这三包我包，我包。我是今天不是被老民听。这里面我包好多。不纽西兰的你们不觉得它很漂亮吗？来跟吉隆的啊，我包好，这里面都。
我累了。我也下班。对，前队长，大哥发火，讲我厉害了。大火啊！特别都有啊！来，鱿鱼牵过来了。你们吃啥老公？来鱿鱼，我先吃上好了。来五百块钱。来鱿鱼五百。冰块出现了。来鱿鱼五百。对啊，没有收获啊！这什么大傻子？这都是骗不了你的。三名的，要吃要等于一排弹珠台啊！有啊，你阿公不要养行情吗？嗯，我叫两阿妹，阿妹阿穿比基尼去啊！你啊，今个弹珠台拢大，拢袂白啦，才有。时间啊，你拍拢大，你拍。哦，我几间两间两间。哦，阿弟哥花面罩哩。后边都换钱吼。来，我阿下次来没有跟，下次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一共玩三十天。来，我包包有鱼。鞋啊，你爱讲啥物啊？鞋啊，鞋啊，我较早小面的、糯面的。来，长大看这香蕉会不会啊？来，刘宇我爸，他们吃刘宇。姐，到三百三。来，我爸过来。我过来那家，来我爸都。来，你两个搞咩咩？来，我爸过来，五百块，就请他咩咩了，刘宇啊。我等于这三杯叉叉七千，来我爸。安尼五百两只，我实在想要到表完，来招一个金钱来五百块，两单呢，无犹豫啊，后单无去啊，你只系谈对，五百四百面，来三百块，两个客人买，赶快，老板娘，唔爱亏你哦，你讲第一只几只？我只钱要恁管对呢。Hello。要买要买，大哥。卖高物了，卖高物了，还想去看？没了解，卖高物了。来，哎，这两包猪脚谁要的？黄金，黄金猪脚，来我爸，整包七八百了，来三百块，几多变成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第三包，三百，第二包多，漂亮了。来，莫一个嘛我，一斤一百八，这里有五斤，五斤，五台斤，几高板？哎，猪盆，这已经是供完了。莫一只，把它吃遍嘴做营养，而且会抗癌。哦，来要吃，五个人加吃，一个开两百块。变啊！我恁吃掉什么叫做莫一公碗？来七百块碗都，一百块来。起来。我来讲话，你变的，你也袂记下中秋节吧？做一当做出来烤肉，做火腿。来七百，一举多多得，来七百块。做咩啊？来。做人饮食嘛，无我就不得了。我慢慢慢背啦，来，什么人买？大哥，阿伯姐先买。这边的大哥，大哥七百万，七百你两个买买的。你两个。一边两百，一边两百，七百好的。阿我出七百，阿你两个买买的。要几包？包个八个。来，手工水饺来两百，我来几个买的？来弄我的，来两百，两百。两百块来，好啊。睡觉。Hello， 睡觉了没？在。啊不，七八七八块，就两包两包啊，一百块。八两，八块。你动作睡觉动作有关哦，这七八七的火药嘞。干嘛也拆迁啊？不被拆迁呢？好好吃啊。来柠檬鸡腿，看下来，今天推荐嘛，都有柠檬鸡腿来，我吃得苦你哦。来两包过来。来六鸡八鸡哦，柠檬鸡腿来，谁要吃柠檬鸡腿来的？来一个人十只，赶快！来，等八哥，要练了，等八哥。柠檬鸡腿排，来，大哥，赶快！用煎的，用烤的，来，等八哥。哦，推荐嘛，都有柠檬鸡腿排，两倍的。来，等八哥来，十只一个人拿十只回去用煎的，超香的。来，柠檬鸡腿排，都有三百倍的，给你们八哥。来三百，谢谢。刚刚快啊！红旗的，你借时间买着柠檬鸡腿排，真正是福气哦。真赞的，卖完的物件，今个都有。我两个，来两百块了，柠檬鸡腿，来两百块，再一个，再三收押金，我恁瞧爽快，十几万两百块，实在是得袂爽。来三百块就见柠檬鸡腿排啊，都有吗？你们搞讲柠檬鸡腿排都有。
上再写点啥？来，八方柠檬鸡腿排，各位上到没有？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没有骨头了，一个人拿十只回去煎，大哥要不要配啊？来，那纯冷的让给你哦，柠檬鸡腿排。来，八方柠檬鸡腿。来，最后两位了，来柠檬鸡腿排，绝对没有错，柠檬鸡腿排。来，冷爆红，大你要来买呢啦，今年冷爆，冷爆给鸡买七只啦。我这十只给你啦，来冷爆对啦，要求我这边啦，最后一个客人柠檬鸡腿排没有了，还在等。真正香的，你看人，你也看人，规箱甜甜卖到了了，啊，你有知影外好吃的物件？来，还在买个送冷爆红，柠檬鸡腿排没有买的举手。我们给得起我吗？我保证你吃得会欢喜。来，两百块。我手准备点名啊，搞不了，你搞不了。来，两百。三，我嘛吹吹，搞咩？吹球，咩咩啦？吹球，娘你嘞？给你买三百嘞，以后两百十几哦。多少钱？不，这种给来两百。中签的，多少两百？一两百算啥？一两包九班的700、1700，都分。哎，两百，对。哎，两百七百，哎，两百，你是咧好好笑的。哦，下面我搞不掉了。来，天下两百好的。两包两百，天下。好啊，好。下面讲天下。来，买两件下都，买两百包。阿伟，你在天下吗？好。都忘了，上个礼拜的已经吃完了。没五百，三百块一个月都。300块。还是300。等姐，阿辉也别滴啊。阿辉别滴啊。中华阿辉啊。哎哈，阿辉啊。欢喜到，来白带来拆500块。来要吃鱼块，你爱吃鱼啊，但是你不用当吃鱼啊。来，我你送一个来，我发几个我来。没省，看这个话就对了。来1000块，我发现不要再一样对了。我刚才我头一下我看到小许讲，天下一片。一千五，金蛋子哦。阿伯多玩快。下，起个的起下来。啊，你等一下有没有那个冰块啊？给姐姐他们处理一下。好。当然可以啊，你说的什么话嘞？上面的，真名啊，是。来，1000块干啥？但是。数一数，那几件标志的上。没有啊。来1000块。都有了吗？你给我把那个阿龙，我今天不要没看完。不用，我今天卖亏了，我等明天上场。又下脚四五次，你讲人数啊？他没明天要关的，你阿公我把你关了。哦，来给人家关来了。来1000块，不要离开我的拼盘，你给我离开。我给你解拼盘的啊。你会错过。来1000块，记得回来，大哥。不是，很敷衍，搞好。哎，1000块没有人拿钱了，乖。这边中包是啊。我们现在没包了。这是线上人数啊。来这边抢一个，一二，公牛抢上弄。来1000块来，有没有吃白带鱼拼盘？我要白带鱼拼盘，来哪个人给变身？六个给他卖六个，来1000块了。来新交姐妹来1000块啊！拿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客人买1000块。来黄宇，上场。不要再你家嘴，拜托你拿爱甲鱼啊，帮我买买嘴好不好？来1000块。你拿爱甲鱼啊，今年哪点钱啊？我你黄宇来1000块来。来九分上场的人，来哪个人九分？来1000个，金蛋子，1000。我是真正袂得啊，咧黑白场。来今天下八行开始啊，我九分的哦。来6个客人，来1000块，1000个，上两杯哦。来1000个。哎，那边还有冰块呀，给我一点。1000块了，只有6位哦，赶快来拿钱来！1000个，只有一个蛋子，我是在要拼完的。1000块，阿龙，给钱，给钱，给1000个。
不爱，不爱谁哦？请不请来了？请得了。这边修了，这时间设备跟那种位，啊，一千块，这冰冻啊，爽。老人干净也越来越精彩哦，好、哦、来，一千块来。无人敢等钱落来哦，一千块嘞，白带上班下班冰棍，哦来一个黄鱼，安尼几大袂，一千块尔，是咧等啥货你呢？就结账钱来一千五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怎么出现了？我出现一度。什么大事啊？所以你不知啦。无讲啊！我唔知未二十几单啊，都有讲。我话啥内底咧？你讲家己嘢啦，一百，几条数？便宜个九成，是吧？一百八，来九成，来一千块。严谨。来一千二。别跟别阿姐啊。来你三个买买走，来两块，这两三个买走一千块来，来一千块，银钱较紧了，回来，他拿回来，一千块，你有三块收钱啊？你叫咩？一千块，来一个，买买六个啦，讲正经的啦，哦，这千块收过超过啊，超过俗去啊，超过哪？一九三八，哎，这多少人啊？他走了，他出去了。听得了。他没在那边，等一下啦。他还。走了。两位。这小姐啊，几千块的，对吧？我找那个嘛。他也要去。来，不敢吃不完，不几千块没生什么笑啊。来，这小姐啊，给一千块。不可能这样卖喽！来一千，哇哇哇！下班这么多块啊！你砍掉啊你！来，最后一个来一千块来，好啊，八七盘拢你的哦，八七盘，来一千块，都是你的，大你买阿宝，知道吗？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不要不要，三个人结束。来啦，这上去再过一条，好，结账，一点结账。好啊，来，谢谢。来，别抓，我抓过来，别抓。来，哎，这鞋上面啊，我玩了上面，这不对鞋啊。来，大哥来，谢谢。慢慢。对。来，鞋啊，我抓过来。不用我教啊 ，YouTube 上面。来，大家给我一下，要不要料料你呢？好不好？我是随便煮煮而已，好不好？对对，有有有。来，别吃虾啊！来，三百块了，别五百来，三百块了。讲那么大声，他听到了。来，三百了。来，先叫姐妹来三百。来，五个人去，来四个人去，搞买虾都。哎，那个鱼拿出来，等一下，他有个失误。是他几点叫我拿出来？来，三百。看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拿出来啊？不行，因为太快。他有一片失误，来沙发喽。海北啊，沙发多有人要吃海北啊无？三百块。一盘要换五百，那边前面叫我换沙发。来沙发好少炒少嘞。来你三个炒了，别跟我笑嘛，准备不需要。不是五百哦，来三百块。对啊，没几盘，三百，是吧哈？我再等一下啊。这么多虾子才卖你三百，你不敢买啊？你讲这虾啊，小小啊，头发跳都有啊。哎呀，三百，最后两个人给三百块，刚刚买到了吗？虾子。好，来 ，Gui， 来 ，Gui， 买五百块都。我不晓得嘞，我不晓得。来，两个人给买了，我去挂卖五百了，起码这边这才是挂五百，起码来三百了。鱿鱼三百块来，阿德尼鱿鱼，来，就前面三百块来。我问一下，你等我。
来三百咯，两个人可以搞定咯，三百块。当然可以。来，这个鱼卵哦。来三百咯，两个人给多点咯，给呢，都可以几块四块的，好，买个单，这样别来给。来最后一位三百块来，鱿鱼，回去做三杯，切切做三杯，回去用烤的。来三百块，多少钱？鱿鱼吧，交换伙伴，你知影吼？来三百咯。鱿鱼三百块，最后钱，那个冰头虾嘛钱，一边的对不对？三五八，你搞买买，开始吧，三百拢我。现在三百啊，好多不来这呀。来，土烧卖一千块来，一架开了四百块，一只快四百块，这是车 A 级，大只的哦，不是以前那个小只的哦，三只一千呢，来，你要吃一千块给我，请光明，不好意思，不贵人给买，就来去交个账，交个钱，来结尾了，一千块土烧卖，五只两千块都卖掉了，来一千块来土烧卖。增加两盘啦，个人要吃菩萨饭嘛，咱老菩萨饭呢，哦，要吃较紧的啦，最后一个人会情况了，你还要变哦，四千块啦，你较水啊，我实在差你。来，我要鱼蛋小家庭。我给一千，哦，我就是要叫你，你来提来卖我都。小家庭的鱼。啊，好呀，来，龙哥来，你卖啊，不搬队，你也。你有这吃鱿鱼，今天去。你卖一卖啊！来，你吃鲈鱼五百块了。来，三百二你啦，鲈鱼啦。来啦，先准备工价对，来五百块钱那边咯，鲈鱼啊来，五百块。都随便乱交而已，都乱交五百咯。我最喜欢乱交了。来，前面五百块包包的啦。这鲈鱼五百块哩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班头有七只够不够？六只。哦，七只。上来考场，对。三十六只而已。来，几位伙伴，跟我的。五八红，过来。两盘了。一只不到100块了。两盘，快点。五啊。来，两个人给1000块了。三盘啊，我跟他分呢。三盘啊。两个了。三盘啊，听我的，分分都不对啦。来，要吃鱼的来，三个客人来1000块的，要休息了哈、哦，大拍卖了，来1000块来，来9块毛，来1000块，高手哦，9块3块啊，来1000块，你吃鱼啊，进来，来1000块，你三下得得，来1000块来。来1000块，阿妈你免买，阿妈我送你都。来1000块。阿黑阿送。黑阿要送哦，来1000块。没落，没落呀，没落呀。安尼哦，1000块。对啊，都买太多啊，都要你送。不要好不好？来1000块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下去了。来1000块了，本命的不要了。